泰拳技术如何纯青、干净利落？不但是泰拳技术，连中国的接腿摔都做得干净漂亮。那么俄罗斯选手的拳法也不是吃素的。
现在进行的是五回合的前泰拳规则的泰拳比赛。钢轴铁膝，那么拳脚如剑，一个横肘将对方劈倒，干净漂亮。Ladies and gentlemen.本场比赛毫无争议吧，朋友们，请转过身来，因为裁判委员会已经告诉我结果，我们向大会主席团以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本场比赛哪位是胜者，朋友们吗？蓝色滚。